高考志愿填报，632分，先选城市，是选北京还是要选广州？选北京。大家好，是首都北京，为什么选北京？跟你就说，你各个填志愿又不是你，多嘴多事。你不要说多嘴多事，我要说完亲不好，这还是我亲弟弟嘞。但是你亲弟弟啊？嗯，是亲弟弟的啊？这怎么不算是嘞？来，准备水桶水。大学生喝水、啊、我呢，我也是大学生呢。你那过时的，哎，大学还可以过时的，我当年也是前日子本科10年毕业的。你那是跟里面土星好不好？来，看这边，选北京。我跟你说，我看到中山的，哎，好复杂，不看。啥？我算了一下，啥？距离我高考还有1805天。现在努力的话，我有可能冲进北京。我也帮你算了一下，距离你高考还有4015天。现在开始努力，他也可能冲进北京。走，一起努力。